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现在有两个圆外角，一个 2x， 一个 x， 然后呢，这个角度是 3x， 那么他问 x 是等于几度了？好，那怎么做哈？我假设哈，这个弧度哈叫 a， 这个弧度叫 b， 这个弧度叫 c 哈。好，那 x 等于多少呢 ？a 减 c 除以2。x 是等于二分之 a 减 c， 然后这个三角形哈，三内角和180，所以这个应该多少？180度哈减 x。好，那我现在来看哈，这个弧度哈是等于这个圆周角的两倍，也就是说 b 加 c 哈是这个圆周角两倍的，是 6x。然后的话哈，这个是这个圆周角两倍，哦，这个 a 加 b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两倍的180减掉 x。好，那这样哈，我把它减上去，我就可以得到什么呢？得到两个，换成是两个未知数。好，把它给减上去，减上去的话就多少 ？a 减 c 等于多少？等于是这个360度啊。那减掉多少呢？减掉8x 吧 ，2x 8x。它是 a 减 c 跟 a 减 c 一样，这里 a 减 c 是 2x， 所以这是 2x。a 加 b 哈是这个角度两倍，哦，我这搞错了，这个加起来是 5x， 所以这里是减 5x， 这里是减 5x， 减 5x， 所以这样呢一减的话是360减多少呢？减掉16，减掉16才对， 16x。所以哈，这样移过去就18x等于360，所以 x 等于几度哦？20度，所以答案是20度。